Hello， 各位大家好，我是小白羊。好，相信你们在看这部影片的时候，应该已经看过我的上一部影片，就是用一百只青蛙来游泳，然后用一百只青蛙来冲凉，就是把一百只青蛙倒在我的身上。然后我就觉得那一百只青蛙不要这样浪费，竟然买都买了，我们是不是可以拿来做一个 prank 的影片呢？没有错，今天就是要拍一个 prank 的影片。然后今天要 prank 的人是谁？今天要 prank 的人是我很久很久都没有再 prank 的人了。然后以前也是我 prank 过一次，然后就没有再 prank 了。没有错，就是我的妹妹。上一次 prank 她应该是在半年前，对，应该可能是半年前，应该是半年前。所以这样久没有 prank 她，她应该也没有那个警惕心在啊。所以今天我就拿那一百只青蛙来 prank 她。然后我要讲 prank 她呢，我打算把那一百只青蛙全部倒在我家的厕所。然后过后我会让他蒙眼罩，跟他讲一个惊喜要给他看，然后他很笨的，他一定会相信，然后就戴眼罩，然后跟我去厕所，然后我就把他锁在里面，可能锁他一个十秒左右就差不多啊，他一定会很怕的，因为他算是蛮怕昆虫类的，平时我只要拿一只小只的虫去吓他，他就会喊到全家都听得到那种。中午我要拍来，我的 channel 名字叫小白羊嘛，每天叫我小白痴，好跟你小白痴是吗？OK， 这样我就让一百只青蛙跟你一起在厕所里面度过，然后我再带你们去看一下那个青蛙，因为有些人可能还没有看过我上一部影片，然后不懂那个青蛙啊是大概怎样啊，然后一百只青蛙到底是有几多，然后我再带你们去看那个青蛙 ，Let's go。没有错啊，那一百只青蛙都在这边里面，因为刚刚已经拍完了那个一百只青蛙游泳的。然后现在就把青蛙藏在里面，怕它乱乱跳，怕它乱跑出来。我再大概给你们看一下。然后等一下我妹妹回来的时候，我会去 set 另外一家隐藏式的 camera， 然后再看它会不会被 prank 到啊？相信我，它一定会被 prank 到的。一百只青蛙，看到了哦。你们刚刚这样看哦，好像没有一百只，因为有很多藏在旁边，然后我也不敢开太大给你们看，因为我怕它跳不出来，所以等下真正开始 prank 的时候就一拍给你们看，真的是有一百只那么多，我们就接着看下去啊。 OK， 一百只青蛙都在那边，然后我已经把它们全部都装在这个桶啊，然后现在我要 setting 这个 camera， 然后等下就带它进来，然后我就把这个桶整个翻出来，我就把相机 set 在这边了，这边应该可以看到整个范围啊。好，所以我们现在继续带我妹妹过来， Let's go。二针开始走，去拿这个眼罩， Let's go。你好，钱。我带你去看一个东西，一个惊喜，真的是惊喜，你一定会吓到的，你一定会傻掉的，是你很喜欢的东西，惊喜来了，啊？礼物？对，生日礼物，你不知道生日到啊？啊，来送你一下生日礼物，然后拍个影片给我的观众看，啊，来，快点，快点，不要讲多，戴着眼罩，我带你去看，真的，快点，快点，看什么？惊喜啊，惊喜吗？走走走，来。带你去看惊喜啊！你一定会傻掉的。这个惊喜很好啊。对对对，这边这边啊，对这边再前一点，前一点。OK， 你站住啊！你不要动，你站住不要动。你紧张吗？你紧张吗？真的是惊喜啊！这个真的是惊喜，你一定会很喜欢的。OK， 来来来，等下啊，等下啊。OK， 来，你再乖乖乖乖乖乖乖啊，乖乖。乖乖 ，OK。在厕所哎。这个惊喜在厕所，你想想有什么东西就在厕所里面喜欢啊？再乖一点，这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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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再乖一点 ，OK。等下啊，等啊等啊，准备好了吗？惊喜来了，是惊喜来了，这个。真的不是惊喜。这不是我惊喜，这我在拿这个惊喜啊，我从这上面拍的到啊。还没。还没有，我一直都买到钱都感觉真的是惊喜来了 ，OK， 来来来，我数三二一，你知道吗？三二一 ，What the hell？ 哎呦！哈哈哈哈哈哈！没事。哈哈哈哈哈哈！看见吗？看见吗？这惊喜。阿发。
发财。发财。看这边，一小片。广的观众讲 hello， 快点讲 hello， 你先 hello 先，你 hello 先，叫我们订阅我的就行了，快点。推定。上一次 prank 他已经很久了，哦，这么久没有 prank 你哦，是不是？很好。下一次用蟑螂 prank， OK， 可以吗？下次用蟑螂 ，OK。好，所以这个 prank 就到这边啦。我看他应该是有吓到了，刚刚他喊到这样大声，跟他们讲拜拜。推定。讲拜拜先，快点，拜拜，推定。拜拜。OK， 好啊，所以这个 prank 就到那边，不懂有没有成功啊？我也不想关他太久，差不多十秒这样我就放他出来，我怕等下他真的吓坏。毕竟我们只是玩玩嘛，好吗？娱乐一下就好了。然后现在我就要去给我爸爸带那个青蛙，然后带他们去放生，100只都放生，给他们自由啊，就是还他们一个自由，让他们到处去跑啊，到处去玩。虽然讲青蛙真的不长命了，青蛙应该活一个几天还是几个星期，可能就死了。不过不用紧，还是放生给他们自由一下 ，OK。把它倒进去了，你要往拿掉 ，OK。好，再就把这些青蛙放生倒下去就可以了。